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，在看去青稞市真正只手遮天的大人物，且去科目市上，我看好了你新研发的那个 app， 需要它做什么呢？谢谢。这种事儿，你不应该藏着点掖着点。这有什么可藏的？掖给谁看？这人呢，从来不会撒谎。 稀奇客户就是个畜生！谁？别问你，谁要抢你东西？别跟这捣乱了！不是你，笑话！走，我带你们去见个人去，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只手遮天。有个王八蛋，你能不能帮我弄死他？想怎么弄？别弄死！那要往死里！你说像我死里弄的这个人呢，就是虫王。